她的中文名叫林美燕，英文名是林美英哦。教了11年的书，今年37岁。2009年开始教书最快乐就是，学生听话咯，然后，有努力啦，然后就有很好的未来啦，就毕业了有很好的未来，这样子就是最开心的咯。学生，尤其是现在疫情的时候，学生在家上课就很难知道学生有没有专注的在上课，这是最困难的咯。现在，所以就要鼓励学生咯，就希望他们，可以自律咯，自律来上课这样子。老师这个职业叫责任心要很重哦，然后因为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有比较高一点，所以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我教过的学生将来会有所成就啦，就对这个社会也有贡献。辛苦了，尤其是现在疫情在家里上网课，因为我们老师又要教书。家里又有孩子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又要教书，又要看孩子，然后又要煮饭这样子，所以就没有上网课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就会抽一点时间来教我们自己的孩子咯。因为孩子，我们的自己的孩子在课业上有时候也会遇到问题嘛，所以我们身为父母。喜欢和学生相处，然后也觉得不错这样子，然后看到学生毕业后有成就，也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就这样，美好回忆就有啦，有回美好的回忆就当你和学生一起举办活动的时候，一起合作的时候，还有那些你遇到那些不听话的小孩。学生，然后你教了他们过后，开导了他们，他们变得不一样，就比较乖去，然后就有成就了，这就是美好的回忆了。然后尤其是那些毕业学生，还会回来找你呀，问候你，这样子吧。希望他们懂事咯，自律咯，然后专心读书啦，就。不要觉得读书没有用这样子，就希望他们有很好的未来。我不会，我忘了跟你讲。认真，OK。